每天为您带来新鲜资讯，欢迎收看 ICN 快讯。来看今天的热点新闻。华南美国商会举行2015马达加斯加冬季舞会，刘力国际教育上市筹备大会在广州白云国际活动中心隆重启动。全新2017现代爱兰闯惊艳亮相2015洛杉矶车展，众多中国留学生在南加大校长家中欢度感恩节。华南美国商会举办的2015马达加斯加冬季舞会在广州花园酒店举办。2015年11月28日晚，华南美国商会在广州花园酒店举办2015马达加斯加冬季舞会。华南地区各国驻穗领馆领事、各级政府官员、跨国公司高层代表、国际友人、中美媒体及数百位华南美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享舞会盛况。舞动冬日，释放激情。本次舞会以马达加斯加为主题，活动丰富多彩，让人尽兴而归。在宴会厅里，宾客看节目、品美食、参与多轮抽奖，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受到会场人士的大力追捧，实属初冬广州的一大盛事。美国 ICN 国际卫视驻中国记者莫慧娥在广州报道。2015年11月28日，刘力国际教育上市筹备大会在中国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启动。刘力国际教育专业从事3至14岁少儿英语培训、中学培优英语、美国留学直通、美国游学项目等。2014年，美国 ICN 国际卫视投资刘力国际教育，媒体与教育跨界，使刘力教育迈进了崭新的阶段。会上，刘力国际教育董事长舒曹明先生向大家详细介绍了刘力教育上市的各项筹备工作，誓言通过互联网，从营销模式到商业合作模式，整合多行业资源，打造中国少儿英语教育领航品牌。出席此次会议的嘉宾有美国 ICN 国际卫视代表、美国安德森集团代表、丹麦日月国际集团代表等多家企业代表，以及师生家长代表。舒曹明董事长感谢大家多年的陪伴与支持。那我们这次刘力教育的话，上市筹备的一个启动大会，我们邀请了来自各个院校的以及一些投资公司的代表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同时呢，还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美国 ICN 国际卫视驻中国记者李春晓在广州报道。11月18日，北美现代汽车在洛杉矶车展为2017年全新爱兰闯隆重揭幕。作为现代汽车长期以来最为畅销的车型之一，全新第六代爱兰闯大胆运用空气动力学设计原理，打造出更为精致的车身造型，拥有燃油效益更高的全新动力系统、人性化的降噪隔音设计和领先同级距的安全性能配备的全新爱兰闯，必将全面提升您的乘驾体验。全新爱兰闯流体雕塑般的车身轮廓和平滑的线条，彰显出现代设计师的灵感与自信的设计风范。在动态精度的理念启发下，爱兰闯的架构为追求醒目造型的现代设计师和看重空气动力实用性的工程师搭建了和谐的协作平台，最终实现两者的完美融合。从车前看去，全新爱兰闯的车头继承了新一代现代汽车标志性的六边形进气格栅设计，并结合配备最先进的照明系统，包括带有自动转向头灯和垂直 LED 日间行车灯，全方位安全防护、智能科技与功能配备，先进的无线连接与多媒体功能，足以让全新爱兰闯在紧凑型房车系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有望获得美国道路安全保险机构的最佳安全首选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的五星安全评级。Customers in this category, of course, many of them have families, and they value safety above all else. So with this product, they get the best design, they get the best safety, they get the best fuel economy, and they get a size that's appropriate for their living situation.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together with our R&D, with our technical department, and design always. It's about making things better, not only making things new or look new. It's about making them better, and this only goes if you really work hand in hand with the technical people.
2017全新安阳创将于20161月陆续运抵美国各现代汽车经销商，预计将掀起销售高潮。今年11月26日是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这也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校长 Max Nikias 和他的夫人 Nikki Nikias 第六年在自己家里举办盛大的感恩节晚宴。在庭院里搭建好的塑料帐篷、布置好的餐厅和自助餐正在等待即将到来的400多位南加大学生。 Every year we invite all the students, however they get to be picked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 basis。在美国，感恩节是每年11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这一天大学里的本地学生们都会回家与家人团聚，庆祝这一年的收获，感恩生活。对于家人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学生来说，虽然咱们没有过感恩节的习俗，但是却能在 Nikias 夫妇的晚宴上了解美国的传统文化，并找到家的温暖。第一次尝试美国这边比较本土的 Thanksgiving 的这种晚宴吧，然后感受到这种文化的气氛，然后其次是我觉得校长他的在门口对我们的一个迎接，让我感觉有种宾至如归，然后一种在家的那种感觉。 So it was my wife's idea 6 years ago that every Thanksgiving we should invite USC students who don't go home for the holidays to come and celebrate Thanksgiving with our famil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e、the students at USC we care as much asIt's our own daughters. 学生们在享用美味佳肴的同时，也认识了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我觉得这个今天的活动不仅仅有美国当地的学生，还有很多中国学生，还有而且还有很多来自各种不一样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者，所以我觉得很多元。来美国留学，大家知道就是中国的同学很多，大家都喜欢抱团，就不管是节日啊还是上课啊，都是很多中国人在一起。但今天来的话，就可以有见到特别多的外国朋友，然后也可以结交一些新的朋友。So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Happy Thanksgiving. And my God, let's beat the Bruins. Fight on! Fight o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以上就是今天 ICN 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